我今年53岁，也就是可以说我在北京生活了也就是53年。我体验，当初就是说在这一片地方的时候，咱就说啊，就是西城这一片地方的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都是一些就是土路比较多一点。现在呢不一样了，这个马路比较宽大，车多了，不像过去似的自行车多，现在呢是汽车多，以前呢是自行车堵，现在呢是汽车堵，所以说给我的变化就是这个。但我记忆最深的呢，就是64年的那次国庆，对吧？当时咱们的城墙，就是北京市的这些城墙还都没有拆。我呢，当时我挺小，我的父亲呢带我上了和平门，啊，这个城墙上，在和平门这一块地方呢，啊，城墙上有过去就是，供国庆观礼使的就放的礼炮，那时候还都是木头轱辘的。啊，那时候呢，觉得这北京城啊，这个城墙啊特别的美。但是呢，这个69年以后呢，城墙呢逐渐的就消失了，从北京。因为什么呢？它一是要建地铁，二是一个呢，就是那时候呢和这个前苏联呢有一场就是说，战争啊，所以导致的就是叫什么"深挖洞，广积粮"，啊，不称霸，对吧？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次64年的那次。国庆，汽车少点，这样空气质量会好。就是这个，再一个把那个，就是河道再给治理得干净点。哎，对，作为一个北京人，我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。啊，我叫杨卫东，我生活在北京。我是北京出生、北京长大的，我今年36岁，我在北京生活了36年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，差不多就是在可能8岁，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时候，8岁之前吧，就是那个时候可以在视野看到的范围之内，能够看到很多树，然后公园经常喜欢去公园玩。那个能够在这个春天和夏天这个就是交换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能够听到布谷鸟的叫声，就是那种布谷布谷的，非常非常清楚。随着时间的变化，我长大了，但是我觉得北京变老了，有很多东西在记忆当中，特别是小时候的记忆。都已经那些东西都不在了，红花绿叶的很鲜艳的一些色彩，逐渐的被灰色、苍白色所替代。因为我有时候会经常出差，然后可能出差出去一个星期，回来之后发现家门口的路变了，然后。这个地方可能突然就新起了一个楼，然后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，或者是到经常熟悉的地方，比如说出去吃饭什么之类的时候，然后发现，哎，这个餐厅不见了，没有了，这一片楼都被拆掉了，就是变化，迅速带来的变化是，我感觉北京最显著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一天一个样嘛。就是摇滚乐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，因为摇滚乐讲求的是一种精神，但实际上北京人其实也是最讲求的一种，也是精神，因为北京人有一个很传统的这种词语叫做精气神儿，就是说这个人的精神面貌，你的那个做事情的方式和方法和你的想法，和你这种对于一个目标的追求和坚持，实际上也是摇滚乐所涵盖的一个主要的方向。
我是来自糖蒜广播的斯坦利，我生活在北京。Welcome to SOHO。到上礼拜三算是21年，独特的记忆，那记忆太多。你像这吃喝玩乐的东西，因为小时候住在平房嘛，大家其实你要说最深的就是小时候那种大杂院，然后大家平常这种邻里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照应。是小新北京怎么说，你说一个城市发展肯定是好的事儿，就我看见这种发展觉得非常棒，但是我希望它能在发展的同时保留好的。你看现在我们身后的这些建筑，这都是新建筑，都是这几年新建的，但是你发现它没有特色，它跟其他所有的都一样。我当然认为新的是好的，你像我们的 SOHO 大裤衩还有那个国家大剧院，这些都非常漂亮，但是希望在新的同时能够保留一些更加特别，让我们知道这是北京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新北京。我是奥怡然，我生活在北京。生活了大概有2-3年吧，然后后来搬到了北京，不过我对北京的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。就比如说在这个小区里头吧，我就有很多小伙伴，比较独特的记忆就是在学校吧，学校这里北京的老师都有点很特殊的地方，就是他们下课的时候会用北京话来跟我们说话，就是让人感到很有趣，然后同学们之间也是比较自来熟还是怎么着的，就是很亲切。我在小区里头伙伴们吧，我一帮一搬进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跟我凑过来一块玩，然后这让我觉得比较游心。然后我们大家一块儿，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会逗一些蛐蛐啦，然后冬天的时候就在那个小溪里面玩雪之类的，让我记忆非常游心。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妈那个工作的原因，工作就搬到这边来，而且因为北京有很多亲戚都住在这边，然后就加上个人来言，对北京也是比较向往的，而且听说北京这个地方比较不错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我是龚鑫，生活在北京。城门几丈高，36丈高，上的什么锁，金刚大铁锁，城门开不开，不开大刀砍也不开，大斧砍还不开，好看我一手打的城门开，哗，开了锁，开了门，大摇大摆进了城。